这一次匈牙利不只有布达佩斯跟着岛屿环欧洲的活动。对，那我现在是在国王湖，在德国的国王湖。那我们今天是搭船，刚刚有买了门票，我们走那个，我们要搭到最底。那最底来回的话，门票是25欧。我太近是不是？OK， 对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船的湖景，来给我。对，给你看一下。这个是我们刚刚是从这边出发，我们搭船出发，然后船的门票就是半程的话是12.5，来回是25。那中间你就还可以再停在教堂区那边。然后这边都是山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对，那基本上今天的人算蛮多的，然后这上面其实有麦克风，刚刚那个船长会有做导览这样子。好啦，就先这样，等一下上去再给你们看，拜拜。